麻烦。我还故意帮我拍。真的假的吗？没有了。拍一些近的。拍大片，但是呢，我们因为那个发廊都超难预约，巴黎这边的那个效率真的很奇怪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已经11点了，可是我化妆要4个小时，我觉得会来不及出门，因为我们预约1点钟，我觉得我会化不完，化不完就只能先去做头发，之后回来再把剩下的妆完成，只能这样分批了。为了拍大片，真的是付出很多。我妈先去弄头发了，等一下回来化妆。走吧，烦死了，画一半出来什么意思？但是他感觉蛮厉害的，准备弄法。We will do like romantic. Yeah, 来改了。Beautiful, sexy, sexy. And then you, I can. 石头啊，这是五天的头，有。看成影展做造型，所以我们来看看它有多强。它都是坐式的，台湾都用躺的，欧洲都是用坐的。它的水啊都是比较软的，不是台湾那种用喷的，喷的话就会喷到妆。它才洗一次而已，它也没有把我后面要抓起来这样喷，它只用按摩。巴黎人不洗头的，对。头发回来了，现在继续化妆。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拍大片。首先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巴黎铁塔，那我们就要先换上那一件衣服，先去坐地铁。每次都是要穿很浮夸的东西，然后去坐交通工具。现在小的法国女人好辛苦哦，那跟法国女人屁事啊，没有啊，穿马甲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那像大地铁会怎么样？趁下班前赶快出门，我们走吧。怎么样，很疯吗？我们是很像新密的那个顾问团队，准备出门，到哪都是焦点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小哥哥，他们都觉得我们影片拍这种大片都是有车子带过去。哎，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有交通车，没有，我们是土生型，坐地铁、坐公车，台北都是比较会开车，也是自己开，也没有什么司机不司机的。那些钱可以省下来做更多事，拍更多漂亮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拍更多衣服。对啊，钱太多了。我完全不会让风吹乱我的头发。哇，这有风又风了，别吹我的头发。真的很坎坷哎，为了美的东西，真的会付出很多代价。坐17站地铁，现在走7分钟就会到目的地，再加油一下。7分钟啊！加油！我们要穿过这条楼梯，走吧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看我，对对对。他们在看他。Thank you, nice dress. 怎么办？他们要拍。我还故意帮我拍。真的假的吗？没有了。拍一些近的。干嘛你要在我们前面啊？对啊，不要理他，你们不要理他，他很来很好笑。你又改变了，我爱喜欢他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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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拍傻了吗？拍就是站很长时间，我们站他前面，他能挡我们东西耶，他有好欺负的啊，肥猪！有这样挡住他，挡住他。我很凶吗？
他们莫名其妙，是他们自己，我们只是绕过去，他们在后面拍，为什么不行啊？说他们是故意的，因为呢，每一个人都是踩一段一段的距离，那他在我们前面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换一个前面，距离哦，对，在他贴得很近。然后就挡我们，而且他现在故意站在那边，那就我们再往他前面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他故意站着挡我哎、欸！啊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自己，他的故意搞你他。这个丑八怪就是这样，他嫉妒别人比他漂亮。哎，他那个包包很大。你把一根中指举到天上，哦，不要不要，不要这样。哎、欸，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！现在没有他，现在没有他，给我漂亮的。他们太白，我们应该没有惹到他们吧？人就每个英文照脑子里翻译不这么快，那他反而把视频就不丑了。他们还二次挑衅，他们不知道我们要素材，他都很奇怪怎么一直拍我。好，那讲清楚给大家刚刚发生什么事。巴黎铁塔前面呢有一条马路，那条桥上中间的那条白线车道的分隔道，大家都会站上去拍照的。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警察来啊，然后大家警察都我们来对你拍照比赞，所以那个是大家都会拍照的地方，所有游客都在上面。但是它只有一条白线，所以像排队一样，我拍摄了这个人这样，大家会有一个间隔，一个间隔。对，假如我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、第四组这样排，那我们就在这边，然后我前面呢有一个女的。我们就要等他的位置，那我们就在后面等。他们真的很久很久等不到，所以我们说好，那我们看到前面第三组、第二组的人已经离开了，那我们就照理我们就往前了，就这样子。那他还是继续可以拍，因为不影响。就这女的，她拍，她觉得不爽，就这样跑进来打扰我，来挑衅我，来挑衅我们。我们哪里爱掉你了？飞出门来，其他挑衅的方式是打扰我们镜头前，就如影片。对，就如影片那样。我给你们看两个肥妞，然后丑八怪，他们俩这样拍。拍个老半天，拍100张也拍不出来，因为长得太丑。所以老天爷是公平的吗？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呢，外面你长相就是这样。整个车道人都在看我，他站在后面，他当然压力大。哇，他窗户是你啊，人家哎转了，不然呢？经过的人他说，我能理解他的心态，好吗？而且我们经过的三友就是说不好意思。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很客气的说，等他们停顿的时候才绕过去，然后还跟他们说不好意思。其实我跟他吵起来，但是因为我英文的反应比较慢，那他英文也很烂，我实在听不懂啊，我只听懂两个字，但我忘了骂他们，他们的屁股，然后他们的脸是肥的，身体是肥的，好吗？像肥妞，他就在旁边靠，我回去往那拿酒瓶，因为很多男人会下来帮我。我一直在后面，啊，冷静。我是没在怕的，我出国是客客气气的，但是你要惹我，跟你讲，我是没在怕的。他们真的太扯了，是吧？太夸张了。那我必须老实说，你比脸发还不羞耻。他们真的很针对你。美女就是这样，不然灰姑娘的故事怎么演的呀？嫉妒心很重，按照比对就跟你讲很强嘛，那怎么办？巴黎铁塔前的粉丝。